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，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成员，或者说在实习期的一个成员，他叫叉D，我们就叫他叉D。好吧。好的，叉D，DYB，你看人家多敬业，在衣服上刻了个 D。干嘛啦你？看我干嘛？好吧，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冒险地图，这个冒险地图叫什么呢？叫什么 Cube Inc 啊 Cube Inc， 我不知道这个冒险地图怎么样的。他跟我们讲这里请阅读开场白，但是我找不到开场白在哪里。在 这里有两在哪？在我这里在这个是作者啊？是吗？好吧，是的啊。然后这里有两个那个唱片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能干嘛，我就先拿走啊。然后外面，我们先到外面看一下，因为这个主地下室我好像是进不下去的。哎、啊，这个唱片好像可以放在这里，这里有个东西可以播放。但只是音乐而已、哦。好吧，这应该是类似一个房子什么的地方啊。总之呢，我们先到外面看一下。这是不是一艘船啊？这个材质包的确连原版都不如。你别说，我已经听你这句话抱怨很久了。这十六层的你就，哎啊，这十六层的也不是三十二层的，也不是六十四层，更不是256层的。其实地方每条路都是不同的，因为我们需要拉杆才能进去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早就已经看过了。欢迎来临 Cube Inc 西部，我们肯定你对我们公司的建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请勿携带危险物品进内。隔离区域。怎么我又进不去了？废话，这块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进得进去。我说那个地图一开始就没有什么拉杆啊。啊，我看到了，不是，那不是。而且这开场白都没有，我也不知道剧情是怎么搞的。连那个和地图一起来的那个东西，有一个地图禁止使用。我们可以过去吗？不可以。那个地图里面有个 txt 文件，然后打开竟然是乱码。哇，赵老师，这地图怎么玩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确定。你这里面有箱，这里面有梯子，应该拿梯子爬上去吧？爬哪儿啊？爬过这个禁止使用。但是禁止使用后面它是没得过去的呀。没得过去的。那我们爬到下面去？应该不可以吧？我看把这个门给打掉会怎么样？等一下。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个屋子里面，因为我觉得这只是我们唯一的那个能够下去的地方。为什么外面天突然黑了？真的假的？我先下去看一下，要不然我们这地图，哎呀，这里是空的。靠。是黑不溜秋的一片。不过这地图应该很好玩才对啊。我怎么玩啊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真的解密吗？对，这是真的解密了。然后我们在这困了半天都不知道往哪走。有可能 这地图下载的时候有没有给你那一个文件？它就是开场白。那个开场白是乱码里面，貌似因为是用繁体字写的。你们这些白痴的人类！哎，你上去了，你怎么上去了？你看这把我动着吧，来插地，我们先下去。好的。你们两个长得很像哎！天哪，他不是说这里大厅，地下一层 CEO 办公室，地下二层办公中心，地下三层工厂。哇，我们大，这是我们大帝国。这里有个按钮哎。哎是，这应该是我们，这是我们大帝国以前废弃下来的工厂不是吗？对，是这样子的。哎呀，警告，请勿使用，此地区已被封锁。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往下走，对不对？我们先，为什么 CEO 办公室在第一层，地下第一层还是？哦，这个电梯真先进，是和我们完全抄袭我们大帝国的。好，不能 ，CEO 办公室打不开。观光电梯。CEO 办公室打不开。啊，上面里面写着 Cube Inc 西部经理约翰·甘利。甘利。地下二层也打不开。第二层打完了，继续往下。你不要挤，挤往你们再挤我上来。不要顶我，下面谁在顶我们？不要顶我。是 DYB。
下去，放屁我的第一个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下去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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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想把我急死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哪？这个，那个，我们是不是卡在一块儿了？对，你们卡在一块了。好，我那个，那个，我们累个了。那个，对不起。那个，我们只能打掉了吗？我等一下，不要打我。哎，哦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你下来了吗？好了，我们再下，哦，我下来了。我们再下去一次，下去一次，一个下去，一个下去。我先下去，我先探路。我是瓦斯。再让我。其实应该读瓦斯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不知道吗？哎，打不开，这个呢？继续往下，继续往下。第三层也打不开，会不会？哦，我发现第三层也打不开，那怎么办？这个太解密了。哦天啊，又把我顶上来了。谁呀？你呀，啊？就你自己，就你自己一个人。我先撤喽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外面那些按钮给拿上来啊？我不觉得。哎呦，这里有个按钮，别把我挤上去，我看到按钮了，我看到按钮，下去下去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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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去。谁在顶我呢？啊 ，DYB， 不是我，我在最上面，你在最下面。哦哦哦，哦，你们又抢了。不看，不要死机了，这出不去了，好像要。好，可以。哎，哦，我看到按钮了。好，就我先下去，你一个人下去吧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按钮了。不行，我忍不住要上。按钮就在旁边。我看到，按，好了，好，我进去了，我进到 CEO 那里面了。你们看到按钮了吗？看到了，但是，哎，别顶我，哎，我按一下，我这里有按钮。呵呵，我们两个又飞上去了。什么情况？天哪！哎，我掉下去了。你们太帅了。好了，插D就差你了。然后我太讨厌两老版本会那个，就是挤来挤去的。挤来挤去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压力板吗？需要两个按钮放置在这。哦，我进来了。这里有个蜘蛛网。好，我很庆幸这不是跑酷，这就已经很好了。需要两个按钮。哎，我们紧急方案，不，紧急方案安全室，啊，这要怎么进去啊？我们可能要从另一个地方进去，工厂可能还有个按钮。对啊，工厂是有个按钮，但是这地方有个通风口，会不会通风口会没有东西？我就不觉得我们能破坏东西。好吧。哎，天哪，我就按到，然后我进工厂了，我进第二层了，不适用。不适用，男性休息室，女性休息室。这个翻译的挺不错。什么？这是哪里？我刚没看。哎，我进不去。哎，我看到17个火把加一个按钮，还有好几本。咦？怎么了？你干嘛又顶我上台？卡 bug 了。还有好几本书，这里好像就这样子。我找到一个按钮了，总之，回去吧。你们在哪儿？你是不是又开始搞了？对。天哪，对你们太失望了。其实我们两个恢复了，其实。哎，好，你上去一下，我先开一下门。哦，好了，我到这里了。这是什么？运转中，请勿走动，请勿走动，那就不要走了。开门。停，就不能自己按按钮吗？这个地方好像可以继续下去，但这地方好像打着什么东西。你先过来，你先过来。我一直按按钮很累的。那我就先过去。好，他说请勿走动，那我们就停在这儿了。然后等等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好像没有哎。低效运作中，紧急按钮发射器，里面有个按钮。把按钮拿了吧。我拿掉了。岩浆支援保养警刀，然后我们就要上第一层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以前的员工在这干嘛？天哪！我们不是叫他们做武器吗？干嘛需要用到岩浆？哦，我发现我的饱和度已经全要掉光了。那个肉你没有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在和平模式下玩吧。
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觉得也是。不是，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。我就在身上带几个肉吧。反正我们就希望不要有怪物就好了。开门。你就不能自己开门吗？快进来啊！好，可以了。好的。他为什么说需要两个按钮啊？然后外出，因为里面还有个门。对，里面还有个门。好，这里64个猪排。好了，走吧。放置在这儿，为什么需要放置在这儿？再见啦。哎，还需要放置什么按钮吗？提示：若你在多用些，请把按钮放在这儿。喂，你好，你刚进入了紧急方案安全室，这什么狗屁玩意？提示：如果你在多人按游戏，请把按钮放在这儿。然后呢？这是通向哪里啊 ？Food and water， 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吧。好的。你好，你刚刚进入了紧急方案安全室。注意，如果在多人游戏，请勿放置按钮。放按钮在下，以启动自我防卫机制。注意，若在多人游戏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们在多人游戏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放按钮。你在这里是绝对安全的，没有任何麻烦。若你放置在这，请开启困难模式。我们将通知你，若你能安全离开房间，水及食物将会马上送到。天哪，这是怎么了？好恐怖的样子，是不是僵尸要来了？放屁！先走，走走看吧。这是上面写什么？好吧，假设你把按钮放在了单人游戏的地方，如果你放在那儿，代表你的死亡。还好我们没有放在那里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会重生在你正走去的房间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我们现在不用死，直接到天堂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我感觉这游戏好恐怖啊！我也这么觉得。你快到了，笑脸。不是，你们是不是重叠了？没有。你快到了，笑脸。这上面是钻石块吗？应该不是，还是雪。上面又写什么？我们下雨了。呼是什么？呼，他就写了个呼。然后下面有，天啊，我要掉下去了。再见了。再见啊。这里有个床。第一章，有好处的测试，事件一，开端。早上好。哎呀，你把我线挤下来了。这里有个水，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死了。你是怎么死的？我发现我剩下半滴血，然后挂了。你没吃肉吗？你没给他肉啊？对，我没给你。你回来了。我们是不是在这睡一觉？快点！这人有三个人哎。对吧？你先在里面滚一下，他就设置那个重生点了。我觉得，你再滚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好了。滚了一下床单。天哪！我觉得我们是被测试的对象。这跟那个跑游戏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们现在被好像是所有的MC 里面解谜都是被测试什么的。好的，测试关卡，你应该去这里。我们先看这里吧。透过使用紧急方案安全室的自我防御机制，你已经告知了我们，这世界已不再安全。为了肯定你能为最糟糕的情况做好准备，我们将会以一连串的测试去测验你的心智状态以及体能。到左边的门去开始测试。若你觉得你能够不靠测试而能生存，则到右边的门。你的选择会造成严重的后果，所以我们建议你顺着我们的意思。他让我们先去左边了。对，我们需要心智测试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靠。我觉得快开门进去。好，你进来了。好，快进来，快进来测试。按一下就进来了。进来。哎呀，你快进来。又吃鸡了。你快进来，你快进来，快进来！你为什么进不来？为什么？你再来一次，进来，进来！不可以，这个孩子太可怜了。好了，可以，你进来了。我进来了哈。谁第一个下去？我下去吧。混蛋你！
这是什么？咦，开始这哦，岩浆，岩浆。咦，把按钮安全保管，我们没有按钮。什么东西这是？为什么他不弄压力板哦？这是什么？紧急协议安全室休息站，基本方块测试室，你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在外面。你是不是又进不来了？哦，哎，先一起睡一觉吧。等一下。我需要个热键。太好玩了。我先睡个觉吧。我睡这里。我睡这里。好的。是不是有其他玩家啊？没有。好了。基本方块测试室。我看一下。我们先玩这蜘蛛网这个吧。这上写什么？这里没什么东西啊。干燥矿洞。这怎么像那个？什么？你们听说过那个《黑客帝国》吗？没有，我一直听说过，但从来没看过。这个输入，这个字读什么？我就把它这个当做输入槽吧。输入杆吧。这个地图很多和那个 Portal 2，就是那个传送门2嘛，中文是游戏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可能这地方有个按钮。哎，怎么其他地方就没有？要把这个按钮打掉吗？不用吧，我觉得按一下，有什么事发生吗？没有。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打东西，我们先到那个什么基本方块测试室那里去。我先下去了，再见。哎，完了，我们要几了？好，我先下去了。啊，我第二个。以后都我先下去。他第一个送死，我第二个，然后查理第三个死。这里有铁剑、金苹果、火把和曲奇，正好三套，而且，这是铁剑啊，这不是菜刀吗？我也这么觉得。好的，这个什么 Cube Inc 总部。哎，金苹果谁要？我有。每个人一份。